右脚啊，对不起，你的右手往前，左脚跟着往前。所以一开始你们步伐可以小一点点，不要太大，然后再加快，后退。大家了解吗？刚刚是这样做对不对？我靠！所以我才开始说对你们两个人。那个手腕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但是好 ，OK。重点来了，你们每走一步，跟大家一模一样，每走一步，你的手要这样下去。所以奇怪是在你们的手腕，好，做这个很快，这个要慢，这要慢一点点，因为可能对有些人手腕紧的人来说，会有点不舒服。这是小的手掌，手掌凹掉。所以可以走，稍微慢一点点，就是手的地方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OK， 来试看看。抱爬其实就从四足位置开始，然后脚趾头踩好，膝盖离开地板，膝盖离开，对，你的膝盖会离开，但是不能这么高，下去。真好，这是抱爬，所以如果。你可以做，然后难一点的话就是托负重或是上面放的东西。我先做我要你们做的，等一下是要这样子，等一下下去请你们做这个动作。OK， 好，然后下去，这是我们刚刚做的对不对？往前爬，下去，下去，这条路下去不是东方。OK， 所以很考验你们的那个髋关节的活动度，跨下去，走就爬，然后你的脚要往前跨下去，爬。所以等一下呢，你们可以再开一点点，然后蹲下来，但是你的眼睛要看前面，然后呢，你的手的位置，应该说脚，一只脚在这里，一只手在这里。我要侧向移动，但是你们不要这样子，不要变这样子。好走。Caesar。对，就是你的手过去，你的脚就跟着过来移动，所以就变成一个在中间，一个在外面移动。OK， 了解吗？